谢谢，辛苦。好，左边大力，哎，谢谢，麻烦。谢谢我们辛苦的常总、总经理、司列长，以及我们最美丽的孙云小姐。好，2016年微风之夜，我们所有的单位都准备好了，谢谢。来，麻烦孙云小姐，红宝石啊，平常很少有机会戴哈，但今天这么就在所有的专柜都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包括请来许多的明星名模，待会都会在现场跟大家交流，而每个专柜也有许多的优惠活动哈，欢迎大家在现场呢先参观我们的七楼，然后呢现在雷瑟琳所代表的 BCB 区大家小互动。打卡还有小礼物哦，所以大家进场之后呢，赶快要锁定一些路线去跟可爱的吉祥物，或者是跟我们美丽的雷瑟琳来合照。我们今天微风广场呢，微风之夜最帅。好，当然他此刻应该觉得哇靠，热死了啊！好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瑞嘉居来到我们今晚的微风之夜，给我们本的大力支持。好，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哦，漂亮漂亮。好。谢谢俏妈咪，谢谢 Fashion 妈妈，谢谢一起拍照啊，或者是互动，请大家可以到 G 楼的 Tory Branch 屋里。好，照顾一下每一个摄影师哦，还有我们现场应该有很多媒体都在直播哈、哦，来跟他们挥挥手。OK， Thank you， 谢谢，下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右边麻烦右边，谢谢蓉蓉。好。谢谢我们的这个偶像剧最青春的女一号哈，公益活动非常谢谢她，专业的时尚咖，这两天呢已经在为 Kenzo 暖身哈，更重要的是请大家赶快到我们的柜位来跟她见见面，交流一下。那么修杰楷也会在现场呢，在 Kenzo 七楼啊，跟大家不同的礼服适合你们，不管是结婚啦、嫁女儿、娶媳妇，对，都有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单品。对对 对， 对，还有很多休闲的款式啦，也有从牛仔裤，我们10年前开始，跟今年跟微风是。好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好，进场，就加油啊，要当妈妈啦，哈。还有几个月了，现在是4个月嘛？接近4个月。OK， 会不会紧张？很紧张，很享受这个，很享受这过程哈，每一天都很开心，每一天都很开心，真的没有那个，比如说产前忧郁症之类的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就变得很开心，很幸福。哦 ，OK， 那我不开心，因为我脖子好酸的，好，来拍照，好，谢谢。